随我们一起去晋南吗？世风北行归降，你爹爹自然是要以国家大事为重。可是第一次去晋南，我想要爹爹一起。你爹爹这次不能跟我们一起了。晋南与京城万里之遥，一路上就只有你我孤儿寡母了。娘亲心里实在是太爽了。啊！我可终于摆脱你爹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爹那个呆子平日里有多无趣，自己无趣也就算了，连带着我这也不去那也不去，就连酒也不让喝，烦死了。等到了晋南，娘带你出去玩。好。哎呀，母后，嗯，还是算了吧。哎呀，什么算了，别怕，天高皇帝远的，你爹爹又管不着，等到了晋南，娘带你喝酒去。而且咱们晋南出美人，美男在侧，美酒在手，没有比这更快活的了。等到了晋南，可就是世间第一潇洒自在人了。我早就想跟他。早就想什么？呵呵，陛下，陛下怎么过来了？国事可是忙完了？北京之事可是料理完了，国事可以路上再处理，只是我没有想到皇后对我的意见这么大。眼下讨得皇后欢心才是第一要紧的。我陛下，你先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陛下你先听我解释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不需要解释了。陛下，宁心，回去温书。